了。你的啊，上去上去，哇，厉害厉害！哦，天哪，背水反击，好痛啊！背水，哇塞，背水还是厉害，我们还在计算，哎。那个差一个怎么办？差一滴血，不能背水，先挖自己家。原来下是你们自己要用的。对，这样才差距三十才可以背水。哦。然后我们也知道你们要那个去保护，所以就互相挖一下了。算一下，三十滴，三十滴。卡那个数字，是不是要可以把它压到二十九滴？对啊，你们可以再挖，就是如果有意识到的话，就可以那样子。因为背水还是蛮强的。哎、欸，他自己那个箭矢，我哪来中毒加缓速啊？什么鬼啊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你的那个职业特性，哦，我打到其实有强，他是跟那个呕吐者是两个是互相相克的。中毒时缓速三，缓速对。啊，另一边呕吐者是被吃到，你就等于是保湿度降低。我被打到了，然后我就不很痛了。对啊，对啊，克你只能用毒啊，因为不然 boss 太强了、哦、，boss 直接吃那个血就补满，要有一些负面的。嗯，我想说哇，一开始你们双 boss， 然后我们就要挖都好像有点难，然后只好也转来打，可是我转职都转失败，最后还是侠客。最后我们人都被调到巧克力那边了，来不及回去守。嗯，对。好在孟娜有附魔出来一套装备。你们一清，然后那是我原本基础保一装，然后孟娜直接给保三装。哦耶、yeah! 哦！太晚清了，就是、你们太早清了，没有办法、啊嗯。后来维尼有附一个角角给阿基。哦，阿喵好臭啊，那个毒，臭死了。土司喵，你真臭！我跟你说，我每次回去之后，我真是个贱人。哎、欸，对，继续跑过去。你也有抽到对比特过，笑死。嗯，因为他没有发现后面有个巧克力，然后说你吐我一身，我说你后面有个乔帮打死了。然后让我也可以再打一下对比特。臭死了，超级毒！一开始看影院是那个也要来挖挖，哎、欸，怎么在吃了？哎、欸，怎么又吃两个 boss？ 他们要打，我们要浓了，要浓了。因为一开始以为你们是两个，有两个人守护，就说啊，算了，换一下好了。结果看好像不是，原本是啦，我想说可攻可守哦、就是。对，原本他只要守，然后后来换孟娜。两个守护的、哦、那换一下好了，换打架的、欸、好恐怖，就弓箭啊，像哈基的那个去毒他们，因为他们只要被毒就会很缓。对、还好哈基有来、来毒他们。哦，这会掉下来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来，我们这个大地图，不对称的地图，不对称、哦、非对称地图 哦超级不对称。一方是防守方，绿色是防守方，红色呢就是进攻方。他红色的血量比较低，他说要调比较低，红色血只能有25，然后绿色就是血都可以。然后我们红色会比绿色人多一点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就是人多一点去打观众。哦，但这就地图所以需要召唤那个。那个台，界中介，那个中介箱，中介箱，哦，选职业，对，红方奇袭，绿方防守，绿队努力防，绿队有堡垒，有城墙，有各种的保护，然后红队他说什么，阵营核心无敌，但铁矿数量加一，血量很低，就红队不需要守家。他的核心是无敌的、啊、但是到了后面阶段，第六阶段是不是？对，哦，那是最后吗？最后你会扣血啊，然后还有到第四阶段有没有？你们倒下也会扣生命点数、哦。对，红队就是很 QQ， 按绿队就有大堡垒、大家庭，舒服，矿物全部都摆在一起，好爽哦，绿队。
还是没弄到吗？有吧？嗯，那种拿书也没有。对，一开始的书都没拿到。它是 1.15 升级的版本。重开一次地图吧，真的蛮旧的。重开一次，重开一次，就是把那个地图，刚刚你直接重开，还是要重新弄？重新载，重新载地图，重新弄。好，丢到垃圾桶。把地图跟阿喵丢到垃圾桶 ，OK。哎，对，我忘了加班。那个，刚刚要算一下哦。哎，什么东西？我们刚刚是那个孟娜防守，孟娜每被挖一次就要加一分钟。哈记进攻，哈记每挖一下就回来一分钟。哎，但我们应该是扣啊，对不对？因为这样怎么赢？应该算对啊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那个地图还没弄好，我知道。我们先回去看一下数据，数据很重要吗？不是哦，是的，这我们是赚的，这我们赚可以啦，是吗？我们挖的比较多，吧？哎，不对，后面有加成挖的，后面加成的。那我们前面我跟允月在挖，我跟阿喵是没有加成的状态下挖到这样子。对，不会亏吧？不会亏吧？对吧？不亏吧？不要怕嘛！亏吧？不怕吧？这个是怎么没看到？一直没看到。被带走了。等一下，地图现在混乱中。那我去个厕所。上个厕所。啊。重要加班不能忘，赶快回来计算。没关系。哎，拿不到书了耶！啊，因为重新，所以他就是看不到上一场的。对，真的。数据机不会记得哦。哎呀，真可惜。可是最后的地图还在吗？地图还在啊。啊，同样地图，有他叫得到，他叫得到。看一下，我的数据，然后不小心把它打清楚。哎呀，不小心清掉了。攻击核心次数才十四下，十四，减十四分钟，可能。但是他们是多少呢？加十二，加十一，23。23减14还好啊，9分钟而已，9分钟好啦，啊，梦到你那时候最后应该是挖自己核心，挖到只剩一滴，这样加起来比较多。9分钟而已，虚惊一场，还好嘛，还好是9分钟啊，还好还好吗？90分钟真的还好，对啊，真的喂，打个EP就不得了了，好可怕的，都还没开始，地图又来了，垃圾再来看看。蒙娜，你会不会热？要不要帮你脱外套？外套呀，为什么要脱人家？为什么要脱人家？金变态，我觉得他穿起来很热。就是观众买给我的衣服，真的、哦、哇，好好哎、嗯，这什么？浴袍，稍微有点一个大衣，大衣啊！然后又围兜兜，是不是围兜兜？围兜兜哪里？小有点开始输赢，我不行，我们就不要这张。好像是我指令包有点问题，等我一下，给我一分钟，马上修复。修复。嗯，没有，我在想到王安刚进来的时候，穿了一身红，吓我一跳，我以为
我也十二月到了，快到啦，快到啦，快到啦，剩没几天。剩没几天，我们伟大的节日也快到了，知道吗？对、啊，12月5号，我们的新线十二月五号啊，十二月五号是什么日子？伟大的日子啊！我们这里很强的，很强的。十二月五号应该查对对对对对对对。我查一下，打不好 Vicky 也会有啊？真假的？这种伟大的日子哦，是诞生的。十月五号有日子。那巧的话，我丢一个那个纸巾包，你帮我更新一下。十月五号，什么、啊？是某个人的节日哦。某个人，嗯，十月五号。我关麦了，我关麦了。荷兰，你就听哪个人最抗拒，你就听哪个人最抗拒。爸爸最抗拒啊！爸爸那天爸爸日子啊。不是爸爸放屁日。不是，什么？看一下。那这样不行就算了，还是可以。还是可以。人是猜对了，人是猜对了。我是有看到有一篇文章，匹克邦写12月5日生日，巧克力与特质，充满自信的人。关麦了。啊，我们走播一下，那应该是可以哦。人已经先拉了，这次也有。把材质包装进去就行，看一下哦。哎呦，阿基给我这个是第二代的哈。马上弄，那大家也先把版本开好吧。1.20.1，现在版本还是1.20.1。那基又给一个是这个更新的、那个嗯、这个对，因为我刚丢的是旧的、啊欸好好，对，马上处理。红色服，大家也可以宣选职业，好不好？我们的职业这个是只管努力进攻，不需要守家。哦，哎、欸，真的有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如果我们全部都是 boss， 对，那我们准备，哎呦。我们伺服器都是架设的，从之前就有说感谢我们的朋友帮忙架设，但是呢，这样子就是传档案有跟动啊，要上传一下，然后去伺服器那边去处理，所以会耽搁一点时间，这个请见谅。丢到垃圾桶，贴上。那得等我做一再最后一个确认。哎、欸，OK 啊，应该要重开。放好应该要重开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不用，我是已经放进去了。好，那我们观众来。2018年有一来，那接着给观众进来。哇，诚如这张地图，刚好就适合我们现在少打多。我看一下哦，他那个原本的比分是要25:75啊，我们等一下尝试看看25:100。嗯。来体验这个不对称的地图，那我们还没看我们的怎么挖矿，等一下再来看看。嗯，那记得相关规则都要好好看哦，违反的话都会大脚踢出。讨论串有。身份组我确认，最后确认一下 OK， 等候他们。你刚刚不是都有看到建筑大赛了，你为什么跑去建筑大赛？那我们可以来看看哦，建筑大赛，然后他盖了一个红色斧头。好了，没事，被编掉，我不知道。瑞比特，
圣诞老人。来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地图的矿物，简单看看我们这一区，我们等一下是红队。